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旺啊，不是，我是小工啊，今天要教来旺口令啊，叫，哎好，哎好，哎好，叫我，哎好，哎，我们家的来旺好聪明啊，就是学这个叫的这个口令，一会就学会了。你看这个来福呢，他是半天都学不会。啊，虽然是同一窝的啊，智商差距也太大了吧！哎，我教来旺口令啊，来福在旁边一直不会，所以呢，我就没给他啊火腿肠吃，气得他跑出去了。他肯定心里面想，哎，跟你在这浪费时间，还不花点心思去追女神呢。哎呦，现在只有来旺在这吃饭，所以我跑出去把他叫回来吧。啊，不给他叫回来，搞得我跟偏心眼似的。你看这个来旺也跑出来了，跟我一起要把来福叫回来。啊，我要偷偷的不要打草惊蛇了，肯定在外面。哎，你看来了，我要躲起来。哎，我们家的花胖啊是狗界的大胃王。哎，我们家的来福呢肯定就是狗界的禽种了。你看看到我们家的来旺了就跑过来了啊，知道我们都来接他回家的，你看开心的不得了。你看我现在是不是重视你了，我还亲自把你接回家啊，我还是不偏心的吧。所以呢不能让他感觉我很偏心，不然他会觉得很冷落的。看他蹦蹦跳跳的，还在这打圈圈。啊，这种状态就是这小狗啊特别喜欢主人的状态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啊，你看来福知道我是接他回家的，啊，跑得多快。我就喜欢小狗自由自在的奔跑啊。看我们家的花胖看着两条小狗在这旁边吃着饭，自己急死了。我先给花胖一个零食吃吧。虽然他对食物特别的渴望，但是面对我的手呢，他还是比较细心的。啊，先前吃饭暴力的样子啊，从一个暴力狗一下变成了一个暖狗了。我家花胖有威武的一面，也有啊温暖的一面。刚才上了一个厕所啊，准备回来拍他吃饭的，结果呢一下就全吃没了啊，实在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